天是美国的劳工节，华人基督徒公益团体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为张海涛向中共发出抗议的声音。迄今为止一年快半，张海涛一直，中共一直不允许家属会见张海涛，我们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。我也非常担忧张海涛的生命安危，这也说明他在里面就是。这说明他在里面不向暴政低头和屈服。张海涛是2016年12月2日被送往新疆沙雅监狱，一直被单独关押，不允许放风见阳光。此前他在看守所期间一直遭受各种酷刑，连续二十天日夜不让睡觉，有醉汉盯着他不让他闭眼，如果困了的话就用打火机的火烧他的头，不给食物和水。然后就是被蒙着头带到地下室，然后用手铐反吊着打，被固定在一个瓷砖大小的地方不让动，被迫戴上沉重的脚镣。每每想起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，我的内心都是非常愤怒和煎熬的。现在新疆沙雅监狱为什么一直不让会见张海涛？到底在里面遭受了什么？中共国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，口口声声说每个月都有探视权，是他们自己亲自脱下了他们依法治国的底裤。我非常的愤怒，为中共的无耻行径，我强烈的抗议中共的无耻行径。感谢刘牧师和华人基督徒公益团体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支持，也恳请各界各位朋友对我们积极的关注和支持。